我真的不想死，我不甘心，我现在才得个30几岁，是不是就要被这个病去折磨我去死？我不甘心啊。上水一个高池是用了1000万来起，难道我们的病友一个生命是不是比不起上一个高池呢？江法官了五事，江法官了五事，杀死病人，杀死病人，罕病病人，罕病病人，要求立即资助用药。我只不过是一个咁普通的师奶去买餸啊，凑人翻学放学啊咁嘅啫。咁但系因为我个大女嘅事，就系觉得我要勇敢行出嚟，我要讲我哋嘅心声俾啲官听。我净觉得我做嘅嘢。我自己覺得是正確，我不覺得應唔應該要翳咯？點解要翳啊？呢個係我覺得是基本醫療權利嚟嘅喎。咁我覺得呢個是一個原則性問題，呢個社會公義。